所以彦拓说永远的零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业制作嘛，那反过来说中岛哲也的渴望就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扣片嘛。是啊，怎么说呢，渴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作品？片商在主打渴望的预告的时候，他会不断的强调说这是告白的导演暌违四年的新作，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包括像告白，其实在台湾显然在台湾的观众群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对，那么我的确觉得就渴望就暴力的呈现，或者是反社会的人格，或者是青春的愤怒，或者甚至是人性的黑暗面，这些面向的呈现呢，我觉得它的确可以被视为是告白的加强版。嗯，那渴望的故事是什么？其实它故事也蛮简单的，没有多少细节可以透露。它讲的就是一个有一天在东京，在城市的某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惨案，是在一个超商里面有三个年轻人被手段凶残的被杀害了。那么同时呢，这一所广司所饰演的这一个退休警察，他有一天接到了他已经离婚的前妻打电话来讲说他们读高中的女儿已经失踪好几天了。那于是呢，这个有点这个爱喝酒的，然后脾气暴躁，然后有暴力倾向，甚至视法律为无物的这个刚刚预告里面写的这个混蛋刑警，这个有点反英雄的这个老爸呢，他就出动开始去要把他的女儿找回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就要跟很多非常规的组织去交涉去面对呢，包括像黑道流氓啦，像毒虫混混啦，像学校里面的一些奇怪的学生团体这样子。嗯，但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他就渐渐拼凑出一个，一方面是找寻他女儿的一个线索，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对刚刚最开始提到的那个杀人惨案呢，也拼凑出一些脉络。明显的感觉是觉得从告白之后到这里，中岛哲也他那种他向来的那个追寻追求那种形式主义的，在电影的声光啦、节奏啦、影像跟画面的冲击性大于故事本身的这件事情，似乎又在更往前走一步了。所以前面大概十分钟，那甚至的每一个镜头都超级的短，那不断切换，不断的切换，非常非常的华丽又饱满的那种胀满的情绪，那几乎是一个几乎快要像 MV 一样的那种感觉。嗯，那这整部电影它在各种不同的时空之间穿梭，因为它一下子要讲现在的事情，一下子要交代什么三年前，一下子要交代前一阵子等等的这些时空，它的那个跳接呢非常的繁复，然后它几乎已经不只是一个非线性的叙事，而是它根本就是很多破碎的点跟点之间的那种跳跃跟闪烁的那种感觉。因为中岛哲也他最大的强项就是他的视觉非常的厉害，所以他在这些不同的时空之间呢，他每一个时空他都套上一个很强的滤镜的效果。所以比如在过去的青春校园可能是那种很像偶像剧的柔和的光线啦，然后但是在现在呢，这个刑警老爸遇到的又是很惨绿的黑色电影式的那种地下世界的画面，那有些部分可能是那种可能公主梦幻泡泡式的那种气氛啦，那在某些地方可能是昏黄灯光的怀旧的气氛。所以借由这些东西全部凑在一起之后，我会觉得整部电影看到后半，你已经觉得这个一所广司所看到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好像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你真正重要的是包括这个角色还有作为观众的我们，你这一路上所受到的那种情绪的折磨，然后不断累积的那个感觉，然后让你对于不管是片中的世界还是对于未来产生出一种可能是悲观的，或者其实已经有一点麻痹了，还是甚至你不知不觉的对于那种罪恶的美感生出一种无法抗拒的迷恋跟欲望这样子的那个。你观察自己的心理的那个状态跟告白很像，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中岛哲也他就是他的影像的风格一向都是华丽而又黑色。对对对对对。那彦拓可不可以帮我们再回顾一下他之前的作品？大家都对中岛哲也不陌生嘛，但是渴望又再度的升级了，怎么说呢？好，我想大家一定不会否定说中岛哲也是一个风格非常强，而且不断的在尝试各式各样很极端的不同类型的电影的导演。那但是呢，虽然这些类型不同，但是你真的看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华丽的饱满的
又颜色但是又黑色电影的那种风格，真的就是他的注册商标。对，那包括像当初他他执导的第三部作品让他真正成名的是《夏妻物语》。对，那《夏妻物语》其实在那个时候呢，我会觉得钟晓哲也他内心还是蛮光明的，也就是说《夏妻物语》基本上它是一个热血的故事，他虽然用一些很可爱的表象去包装一个人生残酷的主题，但是到电影最后毕竟它还是一个热血可以战胜一切的 那样的一个收尾。那再到像那个令人讨厌的松子的医生，他是用一个有点荒谬然后又非常乐观又非常华丽的方式去包装一个其实是非常悲惨的人生。那再到之后幸福的魔法绘本，它其实完全那个童话的那种缤纷亮丽的那个感觉，我相信到那个时代其实有关注它的观众应该都会以为钟晓哲也完全就要往那种童话的提姆波顿或什么之类的那种非常非常极度又迪士尼又有人性挣扎那种童话方向走去。那没想到之后他拍出了告白，我相信当初看所有看告白的人如果你没有事先听说，你去看这部电影看完应该都吓出一身汗。告白讲的是罪与罚的主题，那讲的是暴力的手段跟复仇的比例原则等等的这种其实是很沉重的一个东西。但是告白最厉害的是他借由他很强的摄影包括像光影啦，像水的摄影，像那个慢速很多慢速的画面或者是微距的画面，那个松隆子那个惨白的那个脸色还有他的讲话的神情，那还有像是把血腥的场面把他那个彩度降低之后弄成一个好像很艺术的那个感觉，他借由这个形式上的手法去制造出一个美学。而这个美学呢，对于电影本身所要讲的那个邪恶或者是复仇或者是暴力的这件事似乎是有一个转移焦点的效果。那所以我相信看告白之后大家都会发现说，你看完之后你不知不觉的对那个里面的感觉是那个美感是非常的着迷的，即使他所想要讲的是血腥，所想要讲的是残暴，所想要讲的是邪恶，但是你不知不觉就掉入那样的一个很痴迷的状态。然后呢，电影看完后你会回过头来问自己说，我真正吸引我的到底是那里面电影本身的美感，还是其实吸引我的是那个暴力的是我内心的那个暴力的欲望被呼唤出来的。所以四年后他又拍出了渴望。那渴望这部作品呢，我觉得他跟告白比起来他又更升级一点的是，像刚刚说的他的手法非常的华丽，他的那种停不下来的肾上腺素爆表的那种节奏是比更爆表一点的。那么而且他在渴望这个世界里面呢，甚至他几乎没有一个角色你是觉得是好人，没有一个人是你真正认同他的。那但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当你看那里面那个刚刚说的一直都很满很满的那个世界呢，反而你在那里面的凶残，在那里面的那些你觉得很异于常人的那些世界里面，偶尔你反而会看到某几段戏是让我在看的时候反而笑了出来的，是因为他的那种对于暴力的有点老派又有点热血那个描写，他反而会让我想起 Quentin Tarantino 的电影的那种反而暴力过头了之后所冒出来的那种喜感。他所想要描述的那种邪恶，他是没有理由的，他是没有一个前因后果，没有一个动机的。因为在渴望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的是黑道猖獗，然后白道也沦丧，然后家庭失能，然后学校也失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许他反而要讲的是一个当一个社会发展到一个程度反而可能诞生出那样的邪恶来。